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游青岛。物以稀为贵，现在这个季节到青岛的渔港码头上能买到什么海鲜呢？价格如何呢？小编今天就带您看一看。现在这个季节，渔船捕回的大鱼很少，所以就显得格外稀罕。这么大的，这能卖的？你有啊？能卖吗？94。哎呦，太贵了吧？太贵了。来上吗？哎，这个什么鱼吗？大头鲸，鲤鱼。鲤鱼。啊，我这会儿吃的鲤鱼肠了。哦。能卖吗？这个？4块钱一斤。10块。啊。好不好吃这个？不好吃，怎么那么贵？死了哈！哦，活的还是的。你蟹怎么卖吗？这蟹子？啊？蟹怎么卖？这两不到就50一斤。这么贵啊？这回蟹就这回蟹都50，我还多就是那个，不去多有，我就把就好。啊，这个蟹怎么卖吗？三十，小壶的。小壶50，人家都得50。这俺们上来的。不便宜啊。好不少了。那你要就50，便宜点，就不少。他们自己老母亲的，卖的不少。啊？这大头怎么卖吗？哎呀。啊。6块。6块。便宜点吧。啊？那大虾糊怎么卖吗？啊？虾糊50。这鸭片怎么卖？14。啊？14。14。